去银行交罚款。 你俩可真够可以的呀！是他们先非礼安娜。嗯，你跟我说这也没用啊，我也不是警察。那你问什么呀？知道你俩打的是谁吗？不知道。他们是干什么的？他们是专业变魔术的，来我们这演出。你们俩跟他玩骰子就没赢过吧？所以喝高了吧？对啊，好像是没赢过哎。 怎么没开会啊？不在，你模特去杭州去了。唉，早知道他不来，我也不来了。哎，姐，干什么呢？多多，这些都是垃圾，你帮我扔垃圾箱里去。好。 妈，哎，这都什么呀？这好像是林志军的东西，我姐以前都不让我碰的。那你现在干什么？我姐让我把它扔了。哎呀，你赶紧扔了吧，你弄它干嘛呀？这还挺新的呢，可以留着。死人的东西留着多不吉利呀！扔了，扔了。哦，好好好好好，开门。哎，扔了啊！好。 哥呀，昨天晚上我们怎么就打起来了呢？你真断片了？我也记不清了，我就是断断续续的，好多片段连不起来，我就记得会了一下酒瓶子。小姐，我跟你认识那么长时间，第一次见你跳舞跳得那么嗨，我还跳舞了？哼，你岂止跳舞了？ 你先勾引人家，然后又上手，啐酒瓶子，把人一顿暴啐，后来也不知道怎么的，我也跟着你一块把人给啐了。那你说啐完人以后，我们也不跑，再后来好像警察就来了吧？哎，反正我也记不清了。唉，看来我是真的不能喝酒啊。哎呀，咳嗽了。你把这个钱给赵冰凡。 谢谢他替我们交了罚款。好。你觉得这样好看吗？好看。不过，要是把楚局和乌望我这边的方向换一下。 我觉得可能更好看。果然这样更好看。哼，你看，你怎么什么都了解啊？这样不好吗？可是有些时候，我觉得自己不了解你。你想了解什么呢？比如，你小时候长什么样子的？帅。 你爸爸妈妈什么样性格？还有，比如以前你……安娜，你只需要知道，
我非常非常爱你就足够了，再加上我只爱你。那你觉得我在你心里是什么样的呀？很多。比如说？你是善良，你是贴心，你是聪明，温柔，可爱。还有呢？虽然胆子有点小，但是很有爱心。接着说。有时候是有点任性。对吧？我希望将来我们结婚了以后，你能更了解我。那你说呢？你觉得我漏掉什么了吗？你知道我是什么星座的吗？你生日11月9号，11月，天蝎座。天蝎座有什么性格特点？我不是那么熟啊，好像是敏感、固执、记仇、报复心很强，这有点不像你啊。我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，但我心里就是这样的。你说这是什么意思？志军啊，我希望你一定不要骗我，在任何事情上你都不要骗我。但如果你非要骗我的话，你都不能让我知道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我骗了你，让你知道了，怎么办？后果很严重。现在插播一条新闻，据本台驻马来西亚记者报道，当地时间9月29号，一艘载有218人的客船在马来西亚西北海域因进水失信而下沉。尽管事发海域进入潮速加快的大潮期，搜救工作仍在继续。万民军联合救援队前一天打捞出3具遇难者遗体，由此这起事件的遇难者人数增至168人，生还27人，仍有23人下落。安娜，我不是故意要骗你，我真的是有苦处，我希望你幸福，所以才只能离开你。只是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跟你去诉说这一切。对不起安娜，对不起。没什么，绊倒了。哥，你猜对了，我是生病了，而且很严重。什么病？我跟安娜要结婚的前几天，我感觉身体有点不舒服，我就找了个借口回吉隆坡做了一些检查，就发现自己病了。这时候妈妈又去世了，这是个双重打击。你先告诉我你是什么病。病是血液病。跟妈妈的病一样吗？比妈妈的要严重，血液出现了病变。可是如果有人输血，你可以活下去啊。不行，
就像一个吸血鬼一样，靠着别人的血液苟活下去，这是不负责的。你是说，你离开陆安娜，就是怕她知道了，只能永远给你当一个供血者？是的，她应该有正常的生活，不应该活在没有尽头的恐惧和绝望里。上次我回来，送走了妈妈，刚好那个时候有沉船的事情，所以我就利用了那个事情跟安娜做了告别，只是为她好，她应该有幸福的权利吧。所以你就让她认为你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？我也没办法。哎，安娜。嗯。达人课最近忙吗？还行。哦，那个格雅还在你租的那个房子里住着？对啊，租金都交了，人家又不退。嗯，那是。哎，格雅这孩子性格真不错，我挺喜欢他的。怎么最近没见他来玩呢？他怕打搅你们，怕你们不高兴了。怎么会呢？不会不会不会，你一定让他来玩啊。好。大姨不喜欢格雅，嫌他太闹腾了。吃你的饭。本来就是。是吧，大姨？吃的堵不上你的嘴了是吧？来。梦中慢动作是你不要伤我，离开我。喂，哥呀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什么？救命啊！快来我家！现在！哥呀！喂！跟谁多子多福？林志军都死了。就是啊，没见过结婚礼物过那么长时间才送过来的。
而且安娜也说她也不喜欢老鼠，她还非得放这儿。那她还送？她说她妈也不喜欢，所以她只好放这儿了。我说姑奶奶，这鼠笼子都是打开的，它可不就跑出来了吗？这么小老鼠上哪儿找啊？要不我看算了吧，反正也没什么可怕的，就是只宠物鼠。嘿，你是不是不愿意帮忙啊？你别人有事你就第一个冲上去，也没见你抱怨过半句，怎么一到我这儿你就那么不耐烦？那我还不是第一时间就来了吗？不是我不找，这老鼠实在是太小了。哎，在那儿，快下来下来下来。下手重了点，偷偷找我要怎么办啊？那我也不是故意的，你都看见了。我是看见了，可是我怎么跟多多解释啊？实话实说呗。让我做的咖啡吧，谢谢。听说你要回吉隆坡了？是的，少爷得了这么重的病，我得马上找到医治的办法，联系最好的医生。少爷，你们都是这么称呼他的吗？他也不喜欢别人这么称呼他，但是在会长面前，我们都是这么叫他。他不是什么少爷，他只是个普通人。对。他父亲知道了吗？我还没有告诉他，我想这么重要的事情，还是他自己说比较好。金先生，我哥他现在很难，好不容易有了求生的欲望，我求求你，一定要帮帮他。好的，我答应你。会长那边我会说服他，但是你一定要劝服少爷回吉隆坡治疗。我会劝劝他的，如果有他父亲给他资助，算是最好的结果了。那也是你的父亲。我的父亲，我们已经20多年没见面了，可能就算我站在他的面前，他也未必能认得出我。金先生，你知道吗？我母亲生前一直都留着他的一张照片，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和他重新团圆。可他一直到临终前都没能见他一面。我不会原谅他，反正他也不想见我，我也不想见他。哥，你不应该放弃治疗。这不是放弃，是现在根本没有办法治疗好。可是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就没有新的办法吗？你太幼稚了。我看你就是放弃治疗了，你选择了逃避，你害怕了。秋叶，我是学医的，又是专门搞血液研究的，我知道这种病的厉害。这不是逃避，是接受。你这就是在逃避。如果我是你，就算有1%的希望，
也会尽百分之百的努力，等待新的办法出现。哥，现在许多优秀的专家还没有注意到你这个病，等他们注意了，说不定就有新的治疗办法了。你可以让你爸爸帮助你啊，他那么有钱，会有办法的。你不用再劝我了，我已经放弃了。没关系，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能不能为我想一想，为安娜想一想？安娜知道你出事了，她仍然没有放弃，她来找了你两次，看到她痛不欲生的样子，连我都不忍心。难道你就忍心放弃她吗？听我的话，去找你爸爸，这是你唯一的机会，能够和陆安娜重新在一起的机会。哥，我求你了，这个世界上我就你一个亲人了，我不能失去你。桃儿，你找我呀？我上次跟你说的事怎么样了？桃儿，我说过了，我写不了。我告诉你，哥呀，现在是我们小清新杂志社生死存亡的时刻。既然你不想作为，那我就正式通知你，你被开除了。开除？不要这么绝情吧，头儿。不行，除非你按照我的话去做。头儿，我要真这么做，安娜不得杀了我？那你得考虑好了，所谓的友情和工作机会哪个更重要？那我再考虑一下吧。安娜，对不起你了，但我真的不能失去这个工作。我就随便写点不重要的，蒙混过关吧。但愿女魔头能够放过我。少爷回来了。少爷，少爷。志俊，你终于回来了，让你担心了。快坐下。你回来了就好。我一直都相信你不在那艘船上，但到底怎么了？你别问了，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听说你要在中国结婚，有这回事吗？怎么什么事都知道？不接了。怎么回事？就觉得不合适。为什么呢？没有理由。新娘子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一会儿说接，一会儿说不接，总得有个缘由吧。我只是觉得我们不适合结婚。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我还没想好。志军啊，公司最近很不景气，你结婚的事儿，我在这边找个门当户对的。再说吧。
爸。嗯，你知道妈是怎么去世的吗？不是说急性脑淤血吗？对，没错。您不想知道一些其他的吗？其他的什么？比如他这几年怎么过的？他毕竟是您的妻子。你妈是个要强的女人，也是个苦命的女人。她为什么要强？是因为你不爱她，也不帮她，她只能这样。大人之间感情的事儿，你就不要过问了。事情过去那么多年了，我不想再提。在我这里，她是永远过不去的事。有些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那是什么样？我和你妈的离婚是有一个协议的，你是知道的。如果我们两个人去看她，那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。要不是这次她快不行了，你以为你能见到她？那是我默许的，算是网开一面。我好不容易有了今天，你能明白吗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自己好好想一想。我明白了。我生病了。生病了？很严重的。会长，这几位都是我国最好的医学教授，尤其这位潘教授，在美国的时候，他也是这方面的权威。把这个潘教授请来。会长，如果少爷的病需要手术的话，其他几位对少爷的病也很重要。不，不能让太多人知道少爷病了。人多了不好控制。明白。少爷病了的事儿绝不能外露。知道了。哥呀，哎，怎么了？哥呀，你晚上偷东西去了？哎呀，昨天晚上赶了一晚上的稿子，累死了。熬夜老得快，晚上我再多多过去一下，他想看看仓鼠。哎呀，你这老鼠有什么好看的？哎呀，孩子嘛，总说想他的仓鼠了。嗯，行。哥呀。我真的是服了你了，你就不能打扫一下这个屋子吗？哎呀，我最近事情实在是太多了。忙什么呢？搞创作呢？创作？你别笑话我了，还不是女魔头让我写什么我就写什么。哟，现在这么谦虚了？姐，怎么了？这不是多多。这怎么不是多多？对呀，你把多多怎么了？啊？什么呀？这。就是多多呀，我还不认识多多吗？花纹都不一样。你说你把多多怎么了？弄哪儿去了？怎么了啊？多多，不许这么没礼貌。这不是我的多多，弄哪儿去了？你说。这就是以前的多多啊。骗人，我认不出来吗？我骗你干嘛呀？你还撒谎？你告诉我多多怎么了？你说。哎呦，多多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有话好好说。怎么回事嘛？葛雅，他到底是不是多多？哎呀，我那天喂他食物的时候门没关好，晚上他自己就跑出来了，把我都给吓死了。我实在没有办法，我就给赵平凡打电话让他过来帮我抓他。可是赵平凡在抓他的时候不小心把他给
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后来赵平凡也是跑了好多家店，找到这个一模一样的，他跟我讲说不会被认出来的。对啊，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多多。你怎么把他又拿回来了？他哪儿也不去了，就跟着我了。你疯了，多多。我就是疯了，这仓鼠我养定了。你说你为了这么只老鼠，你折腾几番了？它不是老鼠，是仓鼠。我管它是什么鼠，它就是米老鼠，这个家里也不能让它进。这是大姨的家，你说了可不算。哎，多多，不许这么跟你妈说话啊！大姨的家也是你妈的家啊。大姨，这仓鼠我已经带回来了，你让我养吗？多多啊，既然这一只已经不是原来那只了，你干嘛还要把它带回来呀？啊，你想向我们示威啊？大姨，我没有示威。这虽然不是以前那只了，但它还是一条生命啊。大姨，我求您了，您就让我养吧。坚决不行。万一它要再跑了呢？它不会跑出来的，我会照顾好它的。那也不行，你赶快把它拿出去，回屋睡觉去，别在这磨人。你干嘛去啊？不要你管。多多了吗？多多啊，多多，雨顺，多多，雨顺，多多，你昨晚在哪儿睡的？他一晚上都没回去睡觉。这孩子还挺倔的。你们不答应就不上学了呗。好吧好吧，让你养还不行吗？你就惯着他吧。那能怎么办？赶紧进屋吧，说。没有找到治疗的方法。没有，这个病呢还是一个新课题。再难也要想想办法。我在努力，我建议少爷马上入院，我需要他的一些监控数据。金律师，你明天去一趟医院，把监控设备搬回来，我们把病房设在家里。好的。会长，这样不方便吧？医院有大型设备，那样方便一些。我不想让人知道少爷病了。潘教授，你还有找到其他的治疗方案吗？抱歉，没有。既然只有这么一个治疗方法，那就按这个方法来吧。什么时候可以开始？会长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合适的骨髓提供者，那么条件匹配了才能谈第二步。现在令公子的血型呢极为罕见，不容易找到。如果容易，我就不找你来了。 HH 孟买型血，全马来跟少爷一样血型的人登记在册的只有五例。那这五例中有相匹配的吗？这要做完配型才知道。如果这五个人同意来做配型，那么五比一的概率几乎为零。我们五千比一的概率是1%，所以不要太抱希望。就算是没有成功的希望，也要试一下。金律师，你去联系这五个人，
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方法，都要请他们来做配型。是。如果他们当中有配型成功的，只要他们愿意捐出骨髓，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。明白。还有，你们要想出第二套不用骨髓移植的方案来。潘教授，如果你治好少爷的病，你下面两个课题的经费就不用发愁了。是。进来。平凡啊，那个林志军的事儿呢，也过去一段时间了。我觉得娜娜也应该有个新的开始。刚好公司要周年庆了，你可以邀请娜娜一起来玩。怎么了？听不懂啊？不是，于总，你不会是让我和安娜？你呢？以前学的是医学，你到公司也算是跨行，就这样你都做得有声有色，我是能看到你的能力的。所以我想呢，在公司我是你的领导，你是我的员工，但是私下呢，你是娜娜的朋友。你不要紧张啊，我这个人很直率的，我允许你们再走得近一点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自己好好想一想。嗯，明白。哎，终于下班了。吃什么去啊？打算？我想吃披萨。安娜，格雅。赵平凡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那咱们改天吧，你们先忙吧，我先走了啊。行，拜拜。我为什么就不能在这儿啊？你们杂志社又不是保密机构。走吧。走哪儿去啊？请你们吃饭。好啊，你们去吃吧，我就不去了。为什么？我发现一家西餐厅味道特别棒。多多这两天心情不好，我回家陪陪他。多多的事情都赖我，改天我亲自登门负荆请罪吧。对呀，老赵好不容易请次客，你就给个面子吧。你这次不去，我跟你说，指不定哪位子了呢。对呀，我要是请客吃饭，那绝对是别人救了我命了。走吧，别磨叽了。啊，好吧。这雪人好大，来来来，别动，给你们拍照。来，啊，一、二、三，再来一张。安娜，来尝尝这个。你怎么不吃啊？哎，我吃饱了。你都没怎么吃啊？没什么胃口。赵平凡，你怎么不问问我吃没吃饱啊？你还好意思说，你这嘴就没停过，还减肥的人。那我要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呀。安娜，嗯，这周末我们公司举办年庆，要没什么事儿一起来玩呗。我听说还请了明星表演呢。谁呀？去了你不就知道了。安娜，你最近怎么样？
我挺好的呀。其实让你参加年会也是你妈的意思，她看你最近挺无聊的，希望你能参加，要不你再考虑考虑。我都说了，这是你们公司年会，我去凑什么热闹吗？我不去。你慢点啊。多多，喂。